自来试试。哦，好深啊！刚一摇的时候，这个比较费力啊。等转起来就好多了。好，现在我们开始下一道工序，就是砸制果篦儿。然后我现在砸个试试，你看一下啊。我看看。然后一会儿你上手。好，吃果篦儿的也叫薄脆，就因为它薄它脆，给这个煎饼多了一种吃法。其实这个果篦儿就是在煎饼果子里边起到了一个口感香脆的一个作用。你试一下。我来吗？你油温，然后速度，从锅里怎么夹起来，不让它碎，这个都是很难的。没有了这个品质，也就没有了这个传承的这个延续。咱们前面的准备工作都做的差不多了，最关键的一步了。然后我现在来教你怎么把这个煎饼做好，这就是你磨出来的那个绿豆面。然后推的时候不能那样转，那样转转不开。咱家的这个纯绿豆的这个面跟其他家的这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得哄，一点一点的带。嗯，制作的这个过程，这个工艺，纯绿豆水墨制作出来的这张绿豆的面皮儿一直都是原汁原味，只不过就是在其他的辅料上有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到八几年的时候，把这个果篦儿也加到了煎饼里。后来每个家庭有的富裕一点的什么的，就可以从家里边拿一个鸡蛋，既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纯绿豆这个煎饼吃掉了，还吃到了一个鸡蛋的营养。现在基本上面皮熟了，以最快的速度切一刀叠，叠完之后推到边上。好，我试试一个吗？对 ，good。但我再磨磨一点点了，好吗？是，从零开始啊。Surprising the present， 是这样吗？这样。So I kind of, again, screwed up quite a few of these being less than I expecte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have more trouble than that. So I'm actually happy with myself. Really? 再做一个。啊，浪费了很多了。这个可以溜了。行。行吗？打鸡蛋吗 ？Yes. 谢谢。Entirely. So it's not exactly like an egg and flour kind of pancake mix like we do in our kind of sticks together and fine like this. No, it's more like a mashed potato kind of vibe,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o spread, especially as it's heat, so it's very quickly dry. 让顾客每一口都能吃到酱，这要问一下是吧？不是，这个酱你必须要刷匀，行吗？对，勉强合格。现在呢，我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吧。如果你要是今天能够成功的售卖出去三套，然后会有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卖是卖给客人买的吗？对。So customers started arriving in the shop. Come on， 来给我一个吧，给我一个单子。Realize that Tianjin is not Beijing. Very different. It's, the people are like, yeah, 外国人 No, thanks. No, I'd rather have my 煎饼 made by the master. You know. 那我错吗？你相信吗？一个老外做煎饼可以吗？可以，好吧。来的每个人。Indeed, the fourth generation to cook this dish is proof.